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10月30日04时27分发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，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蔡旭哲、宋令东、王浩泽组成，蔡旭哲担任指令长。 航天员蔡旭哲执行过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，宋令东和王浩泽均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，两人都是90后，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。其中，宋令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，王浩泽入选前是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，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，也将是我国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。